立正，站立，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无啥精神的吼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拢有伫现场转播。每一摆，若伫上这个课的时阵吼，全美国的台侨、日本的台侨、澳洲的台侨，拢伫网络伫看。你若有时间，你去网络去看的时阵啊，台湾民政府的这个网络一直看吼，啊，几个人伫看，来伫清清楚楚表现伫顶端啊，真正是拢几万人啊，所以。咱即马即个台湾民政府的即、這个，因为伊有真济无法度转来受训嘛吼，啊无法度转来受训，伊讲用网络，但是结果嘛是爱一定爱来受训。你可能会问我讲，机关啊一定爱受训，啊我都定咧看你的册啊，啊我无来受训，安尼要算台湾民政府的一个人，安尼敢会使？因为会使的甲袂使，毋是我决定，啥物人决定？美国决定，答案是袂使的。伊要求所有台湾人，你若讲确确实实有去支持台湾民政府，你就一定要经过受训。啊，想来受训，你等下即节课你听煞了，你就知影讲是安怎你爱受训。我若甲你讲吼，你袂晓看报纸，甚至所有的报纸你拢看无，包括自由时报你嘛袂晓看，你嘛看无。我若安尼讲，你毋知要相信。我凊彩讲一个例，真简单的例，互你听。台湾搁在和某一个国家断交，对不对？对哇，对哇。啊，有对啊，唔对个。敢若安尼，这个这几个人都有对啊，到唔对个，答案是唔对啦。我请问你，台湾甲对一个国家捌建交过？台湾呐，捌无？捌建交无？唔捌啊。啊！但是报纸甲你写台湾甲某某国家断交、断交啦。啊，这是一，所以讲咱台湾人哦，可怜可怜之家啦。啊，佫讲一个代志，你听，你听你就听有哦。你捌台湾，你拍过捌拍过官司无？可能捌拍过官司，你请你举手我看嘛。啊，手，安算真少啦吼。台湾你打官司的费用怎样算？现在的行情好像是一个 case 差不多是6万块7万块台票啦，就打到赢还是打到输啦，这样6万块7万块啦。你知道在美国打这个官司啊，一点钟够胜利的时候算多少，你知不知道？俗的45，不是450块台票，450块美金哦。啊，那贵个600块、700块，七点钟久呢？可比讲，你家讲，某某就输，我即卖要拍官司，啊，我过去有一个什么案，啊，请你甲我看什么案哦？迄个报告甲看卖啊，小读嘞。伊讲好哦，啊，即卖岳头哦，迄个案甲抽出来甲看，开始看哦，算钱，含伊伫读册都按咱来付钱给伊呢。所以一个官司拍落来，夭寿哦。几十万块美金啊，不是几十万，那是较好的。你知影2006年十月二十四，林志坚控告美国迄个官司，你唔知知无？开偌济？差不多50几万，要到60万的美金啊。但是拍了安那，有价值无？有价值。美国的司法制度和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司法制度啊，若要比哦，实在讲完全袂比的啦。所以中华民国这个制度下卡的这个法律啊，冤狱很多啦。啊嘛，因为法官有裁量权呐、啊。什么叫做裁量权？笑的啊！什么叫裁量权？有受到伊中国国民党、中华民国的迄款的体制内底教育的，啊来你甲你裁量讲你有犯罪无犯罪？是台湾人是足可怜，但是台湾人知无？唔知呀。我讲一个今日的例子，一个日本人留学生交换学生啊，坐个计程车去，予伊再去山顶来强奸，50000块交保，
我是感觉讲吼，这个法官可能你想啥呢？伊讲日本很可恶啊，屠杀，南京大屠杀，伊要报复啊。这个二十几岁的少年的查某囡仔，伊哭到要死，阿妈棍电视有照啊，一瞬红红红啊。但是这个司机安怎讲？伊讲一夜情，你敢听会落？这款的法官是假赛的，一夜情，一个五十几岁光头，足大块的，巴肚讲足大粒的，啊讲迄个二十几岁日本人，含伊是一夜情，安尼甲伊判讲五万块交保。你敢看中华民国法律哪个算起来程度？但是咱台湾人我都讲无，咱无都讲，伊讲是司法独立。今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就是用司法伫吓咱台湾，伫糟蹋台湾人。我讲这毋是无道理呢，我讲互你听，你就知。你讲法律，咱台湾讲细一个厝，你为着要慎重起见，你请一个律师。啊，这个律师替你写一个契约书，讲，可比讲，甲甲一要拍一个契约，这个契约拍，人会甲你讲哦，免啦，免写律师啦，咱家己写写的就好啊啦，是不是？你定定听到这句话？啊，迄个嘛有买变的呢，买变的买来，啊，添添啊，添添，安尼讲就好啊。这若伫美国拢未通呢？美国一律师会甲你讲啥？伊甲你讲，啊，万一租厝的迄人呐翘起的时阵哦，啊，这个契约有效啊无效？甚至若讲税厝的人啊是租人的人过身去，安尼有效啊无效？啊，那地动，这个契约有效啊无效？啊，那做风台有效啊无效？各位，我这个法律的常识，我伫美国学到的。我虽然是法律。战争法，我读个世俗，读个朴俗。坦白讲，我是美国，才是真真正正学到什么话叫做法律的。就讲美国有一个 hearing 听证会，啊，个一个 deposition， 这嘛是听证会，民书内底定来有这个来代志，唔免伫法院，当事者含律师。甲书记官一个房间内底，什么话拢甲你问到到底？唔是像即马中华民国的法官内底，一分钟、两分钟，叫你来问回去，后礼拜搁再开庭，搁一分钟、两分钟回去，安尼讲煞，甲你做裁决，甲你做判决。所以台湾的冤狱啊，坦白讲啊，一大堆啦，一堆啦。自杀了无够，因为你台湾人死好嘛，你台湾人唔知影讲什么话叫做法律嘛。这个两年前啊，十二月二七的，有啊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啊，因为立法院，立法院甲我检举啊，讲我外犯罪，因为我甲陈水扁啊。去控告美国的军事政府有无？有这在你唔在记得无？换你甲我传呢，高点换你甲我传。甲我传的时阵呐、啊，坐落去，我第一声我甲问迄个检察官，高点换你个检察官，我甲问哦，我问讲，请问，今日我林志兴是被告，还是原告？因为伊迄个单无写呢，迄个单无甲我写，我是原告还是被告呢？阿姨讲哦，啊，你是原告也是被告。哎，你跟他笑，你不要跟他赢哦。我是原告嘛，是被告，我谁跟他赢哦？我说你等一等，如果我是被告，好吧？伊讲我是被告也是证人呐、啊，不是讲原告跟被告，我是啊，这个、被告阿嘛、啊、是证人呐、啊。我哪尊我是被告？你中华民国的法律赐给我说谎的权利。编故事啦，啊，甲伊个原告啊，安尼编故事啦，啥物人较敖编，啥物人较敖骗的，啊，就赢嘛。啊，但是我若是证人的时阵，证人的时候啊，我就袂当讲白贼啦。
因为证人若讲白参吼，会去互伊用迄个伪证罪啊，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啦。哦，迄个罪足重诶呢。所以我甲你教，你若拍官司吼，你会当用我甲你教诶一步呢。啊，一步吼，我昨有甲看到迄个吴宗宪啊，吴宗宪讲迄个掏空6000万啊。伊讲甲记者讲啊，伊讲我是被告也是证人，我讲迄讲笑诶。那被告甲证人啊是完全不同立场诶呢。被告可以说谎，你中华民国法律赐给你的 啊法官、检察官啊，甲你证明讲你有犯罪啊。啊，你若准是证人，你就袂使。所以你若准含人拍官司诶时阵哦，你会当要求一点呢，拍到一半甲雄雄甲压起来讲哦，我要请迄、那个。当事者哈、哦、作为证人，叫伊拒绝，法庭要拒绝。啊，那拒绝哦，你也该见过、哦。我告诉你哦，你如果拒绝，迄个拒绝意思讲，证明写一个笔纸甲写落去哦。安尼，你若讲白参哦，会讲判刑哦。一般即款即招来甲用咧较定哦，迄个当事者会甲你和解。因为我用几啊摆。有效，我甲别人教嘛用几下摆，拢有效呢。当然唔是真爱拍官司啦吼，不过有当时你不得已，请什么？我告《中国时报》啊，我告《中国时报》甲《中评社》，迄中国迄个评论社，伊甲我讲啥？伊讲林志兴哦，伫推动51周啦，美国有51周啦。我当时伫推动51周，今日讲几波，台湾这块土地绝对唔是美国的51周。我只不过想，台湾到今天为止，要个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。我刚才讲安尼，我讲你甲你这个《中国时报》甲迄个中评社，你提出证据讲对一篇文章，我有600-700篇的文章，我对一篇讲我是在讲51周，因为51周是没有法律的啦，无迄个法条啦。波多黎各100多年啊，今日要变成美国51周有法度无？没有。关岛有法度无？无法度。所以呢，你既然中华民国今日要管咱，咱伫伊个管辖之下，咱来用法律。伊用法律，咱嘛要用法律啊。我今日要甲你讲，就是讲，今日台湾的地位到最后的时阵啊，不管你是政治安怎吐槽，还是讲这个政治吼，什么人偌强，迄拢不管。一定最后的解决的问题在哪里？在法律。台湾的地位要解决，无第二条咯，法律。日本时代啊，有一个叫做台湾文化协会，台湾的农民组织，有这两个，有无？这两个组织迄当阵是因为日本伫统治台湾。所以，伊要求台湾人，即台湾人去号召台湾人讲，咱都爱独立，卖互日本管。有这个代志，所以这个代志有小可有较深哦。但是你听好清楚哦，台湾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？台湾是不是日本的殖民地？我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啊。所有的台湾，所有的现主席的国际法的人，我相信啊，捌这个款的无真多啦。是不是殖民地？啊，若不是殖民地，我跟你问，这我先跟你，我知影答案，但是我要跟你问呢。若不是殖民地，是啊，伫清朝的时阵啊，一旦挂予日本，各位你也了解吼，国际法内底有讲哦，殖民地才能够割让哦，固有领土是不可以割让哦。我讲一摆，殖民地才可以割让。但是固有领土是不可以割让，这国际法清清楚楚哦，万国公法来的非常清楚哦。啊，你讲啊有理无？因为我若讲这个，一定爱有理，你才会听有嘛。万国公法，迄当阵大清帝国甲日本战争，战争以后，清朝的天皇，清朝的皇帝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。但是割让之前，伊要讲割让什么人？辽东半岛。但是辽东半岛割让以后，三国干涉，日本伊即马讲起就是三国干涉了。
意大利、德国和法国干涉，讲袂使哩。万国公法内底，辽东半岛是你中国的固有领土，不可以割让。所以安怎换换啥物？用台湾澎湖，因为台湾澎湖就是这个大清帝国的拓殖地啦，佫唔是迄个殖民地呢。我讲伊拓殖地吼，有一张图你看看卖啊，这张图。台湾的形，迄款形你有看无？敢若一只蚕嘞，是安怎？台湾刚当时变作这个蚕。台湾的右边啊，以前叫做后山呐、啊，后山，后山迄块土地啊，唔是清朝的土地啦。敢若头前六个屯垦区是清朝的管辖地啦，所以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。看你中国人偌要求就好，唔是你管的所在嘛，敢割让给人啦、啊？原住民气到要害呢。所以日本伫1895年6月17日施政以后啊，入来台湾以后啊，原住民反恐，甲日本人作战。拄啊开始10年内底，日本是不得安宁呢。有一本册啊，是日本的迄个警察写。伊讲哦，伊互派去过迄个山边呢。啊，这个山边哦，伊讲伊去咧放尿啦。伊咧放尿的时阵哦，伊讲忽然之间呐、啊，感到啊阴风啊，安尼阿妈棍甲伊吹个，伊想讲啊，我的头会无去。你当讲，迄当阵的原住民哦，对这日本的警察哦，对日本人的迄个反恐哦，甲甚物款的程度？所以1905年，日本特别为这个代志。举行了就国际地位的会议啦，这个会议有叫美国带澳门的领事的，那个领事啊，叫做李先德啦，现在来做会开会。李先德现在叫美国的李先德来开会，因为美国有跟印第安人斗争的经验啦，伊来研究啥？研究讲到底原住民伊有。国际地位也无，是不是一个主权？研究的结论是没有，原住民没有地位的。所以日本为迄个1905年还是派警察、派部队为北部、甲屏东啊，10年的时间给伊扫荡。所以日本在1915年以后建构台湾主权，400年来头一摆，台湾归这台湾所有的。作为人民属固定的一个集团旅馆，所以台湾的主权是什么人建立的？是日本人建立的。啊，就有证明嘛，够有证明。1922年2月28号，2月22号，5个国家有一个裁军协定，伫旧金山的裁军协定。裁军协定的时阵的19条，有甲讲台湾澎湖是日本的领土。所以可见台湾这块土地主权的建立是日本人建立的。现在说到这个地方，我稍微说一个较深一个给你听哦，你听好清楚哦。我现在要说的是怎么说法律可以来决定一切。马关条约里面1895年4月17号签的其中的第二条，听好清楚哦，马关条约，你也看哦，一原文哦，这是原文哦。当然，我有每一条，无讲每一条拢出来哦。马关条头前，你也看，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合约，什么人跟什么人订的？天皇两个皇帝哦，一个大清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订的合约哦，不是政府哦。这个所在非常要紧哦。迄当阵，日本也好，中国也好，是二元的政府制度哦。二元就是啥？皇帝上盖大，皇帝则将伊的管理权交予政府，予政府去管。但是你甲看，这个所在就是马关条约，是皇帝对皇帝，啊，将台湾第一这个第二条啊。
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。这个问题来了，这个附属岛屿是包含啥？钓鱼台。所以现在我们说钓鱼台谁的？中华民国的外交部的一个参议，在今年里面请我两次去外交部跟我讨论，他说、哦、林先生你有研究到底钓鱼台谁的？我该怎么说？我你要听清楚，你不能跟我听一半。钓鱼台是台湾的，但是台湾是日本的。我跟你说谁的？日本的啊。啊，这个日本的推面呢，伊伫世界上，伊唔是用这条啦，伊改用啥？伊叫这日本人哦，这头壳有影无好呢。1895年的一月份呐、啊，4月17日签那个马关条约、啊，一月份呢、啊，日本对外宣布讲钓鱼台是属于我日本的。二月份马上中国就跳出来讲 ，no。中国跳出来讲，未使。我自古以来啊，我都派准抵钓鱼台，所以钓鱼台的归属应该是属于中国的。其实日本人敏感讲一月份伊就宣布啦，伊讲啥？伊讲马关条约就好啊。马关条约就已经将钓鱼台已经赶快附台湾的附属岛挂好日本了嘛？这是法律啦。你若要讲吼，唔是讲政治可以解决所有一切，要用法律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啦。所以大家为你烦恼呢，烦恼讲哈，啊，即马很主席哦，即、这个马英九要将台湾划掉哦，我感觉伊若提起，我想偷倒好，倒好大家做压制，绝对无可能。日美国很主席王牌还未判出来，判出来哦，伊王牌伫倒，就这条，就这条，安怎讲这条？旧金山和平条约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伊安怎签？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二 B， 我甲写日本放弃对台湾配偶甲诶所有权利、名气甲请求权。Japan renounce all， 听好哦。这个、renounce 是什么意思？放弃 ，all 是啥物？全部。一般咱读英语拢知 ，all 诶后边按啥？复数啊加 s 对不对？有没有加 s？ 没有呢。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， 照道理来讲 ，all 后边爱加 s， rights, titles and claims， 无呢？我讲美国人头脑非常的好。我今日刚刚写这个啊，做美中三个公报的解析，我讲哦，哪有人有法度写像我这种的文章出来，我才随在你。我现在我2007年就写啊，不是今日写哦。我这篇文章2007年我写出来以后，和美国的国防部的人看会惊一条呢。我改，因为坦白讲哦，我是建中啦，高中读建中，我英语嘛还不错呢，尤其是文法。今日咱用中文就是和中国的骗。我若用这个英语、这个文化，美国人伊安那，这个杜勒斯是写一个和平条约的人，你知影这个马关条约什么人写的？杜勒斯的阿公啊。马关条约阿公写，这个也做旧金山和平，杜勒斯写的，因为工作足够写这个合约，这不是凊彩人会当写，啊，英语足捌的。所以呢，我感觉讲咱台湾的水准哦，未输美国啊。所以日本现在很主席政府也对咱这种的研究、啊、已经表示说、哦、完全对咱非常的相信。再来说这个，这是一个是吉田茂，一个是杜勒斯。杜勒斯跟吉田茂因见面的时候、啊、尤其是吉田茂跟杜勒斯说，我不知道说，我不知道说、哦、吉田茂是不是有跟他说、哦，我日本在1945年4月1号已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布了日本天皇的诏书啊。这个诏书的发布是代表什么法？由殖民地转变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呢？
这国际法上规定的，万国公约规定的。好家在，台湾真正天理保庇的，已经在1945年四月七迄一天啊，已经日本天皇明治宪法甲伫台湾这块土地实施的结论就是啥？台湾这块土地已经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所以安那不可以割让，未当讲要予啥物人 ？No， 安尼变安怎？联合国1950年有一个密约啦，不是密约啦，一个机密档案啦。联合国对台湾这块土地有6点，其中的第5点讲台湾爱予台湾自治，听清楚哦，自治要自治 （self govern）， 不是主管哦，不是主管哦。主地，因为台湾不是殖民地，所以台湾无主权的问题，敢若有主地的问题。啊，虽然台湾现在是要行咯，有较长，但是真安稳。先主地要了后再来建国，这是台湾后摆要行的咯。啊，这个要行的咯，除了就讲咱靠台湾以后啊，还佫靠啥？靠美国。因为美国是军事占领台湾，谁那军事占领？战争法里底讲，只有征服者 conquer， 只有征服者征服者才有占领权。这个征服者，这个占领权，可比讲啦吼，可比讲德国当时，德国迄当阵啊，是4个国家去甲占领，其实法国无啦。法国迄个时已经流亡政府啦，啊，但是伊这个占领的时是美国、英国含这个法国，啊，加上苏联啦。你会记得咱有咧看电影的时阵啊，美国的军人甲苏联的军人咧拼，讲什么人大声到柏林，迄是咧拼啥？你敢知啊？战争回来就谁是主要占领全国了 ？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。啊，谁是主要占领全国？伫战争法内底，一个所在占领，敢若有一个国家会当做主要占领全国，其他拢是次要占领全国。啊，我讲这有证明吗？有。迄当时1970年的时阵，波兰有一架飞机劫机，伫柏林降落。哦，即马劫机来，安尼爱开军事法庭。什么人要来召集军事法庭？因为4个国家给占领嘛，美国、英国啊，美国甲英国有为一块土地，予法国人来占领。法国啊，佫一个是苏联。啊，所以这个主持这个军事法庭是甚物人？是美国。因为美国迄当阵伊大声告了着柏林啊，所以伊是主要占领全国。以这个战争法来底，主要这样占领全国啊，是单数，不是讲真侪国家会杀的。这种的代志，含联合国都搞不清楚。你像伊拉克占领的时阵，伊赶快这个占领宽广哦，联合国竟然讲有美国跟英国，其实不对。主要占领全国，干那一个两年了。啊，遐人真侪拢无读战争法，这个战争法的物件，什么叫战争法？即马全世界有伫研究战争法的国家无几个国家，拢是较强、较大的国家。你像美国有伫研究，苏联最近才开始研究，中国嘛最近才开始研究，英国、法国，我所知影，还有这5个国家伫研究。是安怎？第一，战争毋是定咧发生的。啊！若研究战争话，拢会无饭好食。我是好运呢。我来去研究战争话，坦白讲吼，我迄个阵去读战争话呢，我无想讲有一天我来救台湾无呢。我迄当阵也无迄款的野心呢。我因为要摕博士较紧，我去日本读册。我的教授甲我讲，我硕士摕到了后，伊讲。啊，林先生，啊，你即马博士学位，你唔通读迄个课程诶？伊课程诶博士伫日本哦，一间学校吼，甲一个人会当做博士尔。啊，所以得等迄个博士死去啊，你才会当去顶呢。
欸、真正我讲这是一，我有一个同学吼、哦，读民事啦，对迄个民事的教授啊，对十档啦，雄雄迄个教授雄雄哦，过去呢，哭噶，我你哭啥？伊讲啊，我博士无去啊，因为伊着要搁再修博士学，爱搁重新对另外一个教授啊，所以日本的课程博士很难呐、啊。当我摕这个博士倒转来的时阵，他们讲我无得用啦，我嘛无像即卖写遮济文章啦，因为我开补习班迄个时阵，我伫办学校啊，啊走去中国，啊毋是天的意思，全互我多忙倒转来，倒转来以后，2002年6月29日，我日记搁较清清清的，因为我是感觉迄天是我再生啊，因为偷渡金门，你知影迄偌危险呢？迄坐迄船啊吼，是一个人伫摩托安尼坐起来呢。本来是讲本来会死啦，啊都无死咧。啊，我就伫迄个海边啊有救抓啦。因为起来吼，我去互迄个山吼陷掉咧，陷到即个肩胛头，我脚爬袂起来。你拢毋知影迄山偌厉害呢？迄打落去吼，揪起来阵，迄个鞋啊全落落。啊，全烫只脚吼，啊打迄个山一步一步。啊，迄小块代志呢？山内底有迄个贝壳呢，迄贝壳非常的大啊，敢那刀共款。我两边的脚挂300几个，但迄个阵佫浸伫海底呢，迄阵唔知啥，我袂疼。啊，起来以后哦，迄疼到即世人毋捌拄着遐尼啊疼，迄种锥心之痛。啊，因为我伫迄个金门，照道理爱死啦。啊，无死，我是感觉台湾神加救。今天有师父在吼，我真好讲。伫迄个上界，我已经无法度啊嘛，手安尼看吼，看袂着我的手，看偌暗就好啦。我咧讲了，我边啊出现火，30几粒，伫我边啊射。我家己持我的手呢，会疼呢，表示我是真的。我甲讲啊，我甲迄个会讲啊。我向安，啊，迄顶外无魂啊，拢星星。我若即条命会当捡回来吼，过过的日子，我要替台湾做义工。一个讲煞讲开始，即个会出现啦。啊，迄什么会？我较惊，我搞不清楚。我定师傅等下，你会当甲我讲嘛？不一定。我但是我拢问拢无啦。啊，但是安尼讲安尼了吼，欸头前的警察吼，因为10几个警察出来伫甲我找我，因为要找我所在嘛找无，安怎讲呢？因为我有敲电话嘛，甲问讲啊林社，我讲我要自首啦吼，你讲要自首啥？我偷渡金门啦，啊你倒位的人？我分你嘛，我台湾的人，你开玩笑？你台湾人要自首啥？我无啊，我也无身份证，大汉拢无，我都坐船啊，敢那阿拉啊迄款的安尼。大陆面迄种安尼过来，啊讲啊无你形容讲啊你附近啥？我阿边啊拢一支乌乌啦，迄反登陆的迄个梯啊有啊，啊拢已经生鲜啊嘛。伊知影甲我讲啊，林生，全金门拢是一支乌乌啦，要对找。啊但是呢，我安尼叫伊救起来，啊我实践我的诺言。我开始研究台湾地位，这是李登辉叫我去研究。但是李登辉甲我讲以后，甲行留一致，包括要过美国的时阵哦，伊万一佫救起来，伊甲安怎讲？你们听，你唔通动作伤紧，因为台湾人甲行留一致，这个头脑还佫未清楚。你若动作伤紧的时阵哦，这台湾人啊，无法度思考。因为已经有65年台湾人受中国国民党的教育去啊，伊讲的无唔对，伊较巧，我较戆啊，真正讲啊。我呢，自从发现以后吼，2005年开始啊，我就累落啊，甲何瑞元啊，我就聊落啊，聊落啊，就是讲我要将这个，现主席我发现的这个依照法律台湾的论述，讲予台湾人知影。
迄当阵我定咧上电视，你毋知影还阁会记？到落尾啊，我一个你安尼开始讲安尼了吼，遐边电视拢惊着啊，包括三日嘛惊着。有一摆叫我去，讲假假假的，反正我若讲到流亡政府中华民国，拢歪放啊。欸，蔡英文讲流亡政府，伊就会当伊就会当讲诶。蔡英文有讲流亡政府无？迄当阵我较早讲呢，我讲诶时阵，伊认为讲我喺讲假呢。所以可见讲台湾人吼，诶头脑到底是要安怎来改变啊？这是咱爱所做诶第一课题啦。我今日要讲诶就是讲，蔡英文伊讲流亡政府后壁咧，你敢知影？流亡政府的后面是什么？未使就地合法，国际法讲的。所以，伊即马甲你骗，讲啊，你把票投给蔡英文，蔡英文啊做总统以后，伊就要宣布台湾独立，有安尼甲你讲无？有啊，有安尼讲啊，有安尼讲啊。伊讲，伊若做总统以后，伊就要将这个体制甲冰掉，有可能无？你想看卖啊？绝对200%无可能。阿扁也做过啊，李登辉做过啊。因两个若敢宣布讲，台湾要将中华民国甲冰掉啊，我甲你保证，伊党政军啊，遐军人马上跳出来。但是你会甲我问讲吼，哎，啊林先生，你若安尼讲哦，啊你即摆民政府安尼要安怎？我较巧啦，我哪较巧？我先甲美国讲，中华民国部队啊，爱甲取消武装呢。啊，美国有安尼做无？有。你知影中华民国为今年的6月30日开始，中华民国部队的 logo 拢拆掉啊？你知唔知？你有看无？战车、直升机，这是无迄个飞机啦，因为机场咱无大机密啦。隆重提掉，我过来2014年，中华民国未当有部队，摆成募兵制。即马我要搁甲搞，募兵制也不可以。占领地，他会当叫老百姓做兵诶？你捌看到美国人去叫伊拉克的人做兵无？绝对唔捌嘛。是安那独独台湾人爱去对中华民国做兵？咱台湾人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呢？你知影咱的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的国籍是位对来的？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，1946年听清楚，过当年的1月12日行政命令，行政的行政命令，伊讲啥？捷参第0397号文，自1945年，伊咪讲1945啦，伊讲民国啦，因为我足多讲迄两日啦。自1945年，实际上是啥民国啦哈？当时哈，10月25日，所有的台湾人全体规划，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。当时美国跟英国跳出来三摆，稍等，1946年和平条约还未签呢，你哪会知影讲这个和平条约要讲将这个台湾交予你中华民国？事实上，在1952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无将台湾交予中华民国，所以咱的中华民国国籍是假的。啊，我有证明嘛？有。2006年10月2日是告美国，2008年的4月7日，美国高等法院宣判，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。什么叫做政治炼狱？台湾人跟你选总统就是政治炼狱啦。咱是台湾人，咱去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总统。我分析一个代志给你听。我要跟你讲，叫你唔通去选举，你可能会干嘛？甚至你去外口讲讲哦，啊，11月14日的时阵哦，不要选举啦，不要去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啦，人会跟你问讲。啊，若无爱选，啊，中华民国，啊，毋就互中国国民党拢摕了了，会甲你啊讲安尼对毋对？你免哪应？你甲讲，请问，民进党党章第一条是啥？
伊是唱伫内底啦。民进党唱伫内底，伊讲伊当中第一条讲，咱叫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所以伊若选掉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定义是做中华民国的总统。啊，我请问中国甲中华民国有啥物无共款？两个拢是中国啊。无定台湾人死国较紧。两个月前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甲我讲，民进党派洪基昌代表民进党去甲北京谈判。谈判讲三个：第一，伊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承认中华民国。伊讲安尼，民进党若当选总统，伊会当将台湾这个土地含这个中国啊，有一个平台啦。所以台湾人死了更加紧，你都唔知。颠倒，我即卖要求是讲，咱爱不要合作，唔免甲中华民国合作。你唔免讲伊选总统，咱你甲伊选，咱唔是选台湾总统呢。马英九甲你骗呢，伊去美国甲希拉里阿七位是讲，我是来自台湾的总统，看你贵的台湾当时选个总统。台湾算是中华民国总统呢，中国国民党还好呢。你敢看伊中国两字，你就讲啊，这中国的。民进党暗藏伫中华民国民进党内底，你骗伊台湾人的感情呢？过去陈水扁做总统做八年，李登辉做13年，是不是台湾人？伊是台湾人。但是这两个台湾人有替台湾人做代志无？没有，原地踏步，原地的踏步啦。啊，这个原地踏步，要安怎？各位，一条路尔啦，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啦。包括 CIA，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，包括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，有派人来台湾，有和我见到伊，伊安怎讲？奥巴马就职的时阵啊，六个单位开会啊，一点点问啥？因为我拄拄啊才做总统，竟然有人甲我告，我是被告 ，Roger Lin 甲告啊，我的名叫做 Roger Lin 啊，伊叫华盛顿 DC 内底台商啊去问讲 Roger Lin 到底啥物人？啊，国鬼在面哪行？各位，我已经老早都已经告奥巴马，再告一摆啊。我台湾人无国籍是你的犯意宣判的，啊无国籍了后你要安怎？这就是安怎？今日美国人伫咱的官司以后，美国人伫咱的官司以后啊，甲咱安排，讲台湾人要安怎行？因为照战争法的规定，从占领这块所在的老百姓，家己本身爱组织兵。平民政府啊，英语讲做 civil government。啊，你也讲一奇怪呢？啊，恁拄啊开始毋是叫做台湾平民政府？啊，那雄雄哦，啊变做台湾民政府。因为美国的军事政府啊 ，USMG 啊，伫年底啊要入来台湾，其实已经入来了。有真侪单位拢入来伫台湾啊啦。以这个军事政府入来台湾的时阵啊，伊。中文的名字叫做美国军政府，所以他要求台湾平民政府跟他搭配叫做台湾民政府，是这样来的，所以台湾平民政府变成台湾民政府。所以这个要去网站嘛，网站啊，你看台湾民政府这个网站里面有六七八篇的文章，我也有证明了，美国的国务院现主席有一个台湾小组啦，这个台湾小组有差不多19个人啦，其中有台湾的囡仔在内底，这台湾的囡仔拄拄啊好，咱的成员内底，伊甲咱讲，伫迄个美国国务院内底有看到台湾民政府的这些文件呐。你会甲我问讲，因为即摆有人会讲呢，伊讲奇怪，啊你临时你讲几波，啊我恁拢无看到美军，我看不到美军呐、啊，你会感觉真怀疑无？没有美军嘛？你说美国军事占领啊？美国军事占领台湾，我为什么看不到美军？
你会安尼怀疑无？安尼拢点点，拢话无反应。会无？伊敢嘛怀疑无？一定会嘛！你若袂，则是奇怪呢。你无看到美军吗？我刚才请教你一个代志，一个观念就好啦。你现住是大个厝，是港税，还是税，还是即、你甲人税，还是你有厝税好人？你举手我看麦，你厝是税好人诶？举手我看。啊，你诶厝港税，请你举手我看。啊，咱两个人啊，其他拢住伫对，住伫路边吗？不可能嘛！免烦恼，我毋是国税局诶啦。我阁问一摆，你的厝你共税，请你举手。啊好，啊你若准是税人的，你请你举手。啊，都啊阁无，啊阁无，啊无啥物，啊阁有啥物经验，我若想拢无咧。啊，家己哦啊对，我都未记咧吼，家己多。啊好，安尼有你，好啦。你若共税，也是税人的吼，请问咧，你敢有逐工去迄个甲你税厝的人的面头前，甲伊讲，我来咯。有无？你讲逐工去，有无？那有去会晓诶，因为战争法内底规定，海牙第四公约内底规定，所谓的战争诶迄个占领哈、是表示讲，第一，我伫特定的时间之内，我占领者可以随时出现。我甲你讲哦，今日高雄若出代志，有暴动。我甲用台北派米的车，还是台北的部队哦，还未到位的时候，美军已经到高雄了。你要什么？美国已经到了，随时可以出现。啊，那照战争法来滴，今日台湾这块土地啊，你虽然无看到美军，但是美军伫全台湾美足侪所在滴呢。第一，清泉岗。清泉岗已经离别啊！清泉岗有 F-22 三架，有啊，你这大胆！你讲清泉岗有 F-22 三架，我阁甲你讲，这三架是为对来的？夏威夷有一个中队18架，15架即马派伫琉球，另外3架伫咱家。啊，我哪会知影？报纸虽然无讲，但是报纸有替我证实。汉光演习伫两个月前举行，你会记得无？迄个时阵，迄个台南迄段路啊，封掉诶，好，就是迄个叫做战斗机降落，有无？啊，佫一段呢，无啥。伫玻璃诶，玻心这段啦 ，F-22伫这段降落啦。降落诶时阵，两边边仔诶玻璃破了了。两边边的鹅啊，甲迄个鹅啊，鸭跟鹅啊，迄、个肝拢吹去。中华民国去赔钱，是安怎？声音太大咧。我甲你讲啊，是安怎？咱向美国抗议，讲中华民国，诶，这个 F-22 美国有几只？你敢知？165只。这速度偌紧呢？你唔知有看到报纸有去写，伊形容啊。他的形容啊，日本的空军啊，日本哦，沖縄的空军啊，有一摆啊，美国派10架的这个 F-22讲要降落了，飞行员和塔台的讲啊，要要求啊，塔台指挥怎么降落，塔台哦，还没讲煞哦，耳机里面讲哦，我是。第三架，你奇怪，我都还没看到飞机啊！走出去外口一个看，啊，真正呢，3架 F-22落来，啊，顶管阁有7架呢，但是雷达拢无看。啊，即马中国嘛要学，中国做2架，报纸写1架，我讲2架，这实际上2架，叫做歼20啦。歼20比 F-22较长，相对较长，伊引擎伊倒袂入去啦，伊用米格机的引擎呢。啊！我阁甲你讲，迄美国甲我讲的哦，伊讲这有够趣味啊！这个歼20这个飞机啊，虽然伊的迄个涂料啊，可能是甲美国偷替，但是伊飞起来差不多10分钟啊，在雷达上面啊，一个红点呐、打靶用啊。美国是甲笑噶，
卖讲干呐，这个歼二十，我搁跟你讲，一只航空母舰，迄只是大趣味啊！航空母舰的代恁知无？知啊，大家拢看啊惊噶。哦，伟大的中国已经有航空母舰了。迄只航空母舰偌济钱买？你知不知？有够贵啦！美金2000万啊！你感觉真贵无？对无？你一定感觉真贵啊！我一个月才领5000块，我2000万美，那个美金就足贵啊！但是你知影美国一只航空母舰的造价偌济？59亿美金啊！啊，2000万美金的迄只航空母舰是甲啥物人买？甲乌克兰买啦！乌克兰在1983年做的啦，甲苏联联合哦，造一个航空母舰啊！啊，这个航空母舰啊，做你要经过5冬啊。迄只航空母舰到今日为止哈，在因的航海术语来底讲啊，还没有落水啦，就是还未落去水底啦。迄只航母舰哈，哎，引擎嘛无到啦。啊，做5年以后，因无钱啦，啊，无钱要安怎？啊，所有岛的本来拢生生了了啊，经过20冬讲啊，无卖卖好无？啊，就苏联解体啊嘛。啊，乌克兰在卖啦，啊，讲卖啊，这当做啥？干迄空尔会当做啥？海上旅馆，叫这个香港人去买，买了以后，啊，中国讲啊，你们给他晒回来，拍摄哦。买家家己来晒，哎、欸，啊，无演技免他晒，啊，用拖的啊，啊，就咩拖过的问题呢？迄、那个土耳其，伊的迄个船夫啊，伊家己讲，稍等下，稍等下，你要拖去的时阵哦，你伫我的船夫内底，诶，租金呐，纳的，啊，搁纳500万呢，美金呢，啊，即摆纳好，啊，唔着要转来，啊，转来的时阵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啦。四月四日，我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你迄船遐尼啊大只，迄船吼，伊迄差不多403米啦。要遮尼啊大只吼，袂使位啊个，你家去坐。安尼边啊，搁请拖船啊，搁坐位迄个好望角，就是坐。干那坐即个即连吼，等于伊大连的，即马停伫大连啦。干那坐到遐吼，搁开1冬呢。所以伊为买以后，甲今日。为止哈，差不多拢总车，我那开车4000万美金呢。啊，即马要倒，还啊未倒嘞？安那？你敢知影这个航空母舰要倒是安那倒？伊毋是讲拢规只做好安尼落倒呢？一切一半呢？啊，倒了，创好啊，按两个才夹起来安尼呢？所以，迄只航空母舰，伊即马家己讲实在话啊嘛。可能咱的节目听了久了吼，咱咧直刚刚甲吐槽。我甲吐几下摆啊！迄只航空母舰啊，讲要做训练用呢、啊。啊，要训练嘛，无可能训练，伊讲要停迄啦，米格15啦 ，F 迄个米格15啦，训练机啦。我甲你讲，伊问题足多个。第一，伊迄个要从迄个飞机啊降落的时候，飞机要飞哦，较简单呢。但是讲简单嘛，无简单。你知影飞机要飞安怎飞？400米的时阵，要将迄个飞机塞出来，要安怎塞？你敢知影？日本时代哦，日本人哦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啊，你知影日本有几艘航空母舰？29架航空母舰啊！即马日本有几只？有6只，2只已经去走啊。日本因为麦克阿瑟将日本给控制的，所以伊做的航空母舰较细只。但是这个细只来讲，伊的战斗机用什么 ？F-35。什么叫 F-35？ 会当垂直起降，安尼落去飞的，头脑足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迄推下面的中国用米格15的，根本啊，你试飞吼，飞落挡袂掉啦。落嘞，飞嘞，佫挡袂了，佫落去。听伊讲啊，落6只啦，即种军事机密嘞。啊，我乃拢知，美国甲我讲的。
美国是对这个航空母舰，迄只航空母舰，他笑到要嗨的。啊，你知影做航空母舰的迄个舰长哦，爱什么资格无？你清清菜菜讲航空母舰的，啊，我来做航空母舰舰长干袂使，绝对袂使。都爱也要飞飞机啦，因为航空母舰就是载飞机的嘛，扩大伊的武力嘛，也要飞机的。啊，你知影中国现主席啊，训练十个啦。但是有一个无及格啦，即嘛剩九个啦。你知影中国伊讲有几百万的迄个部队啊，大学生有几个你敢知？你嘛唔知啊？我甲你讲啊，500个大学生呢，所以英文、俄文哦，不一定看有呢。所以伊的高武器的迄个超高的迄个高科技的武器哦，伊有法度用无？伊无法度用啦。这边的陈炳德啊。美国中国的参谋总长啊，去美国参观，伊安那解用？去参观两个迄个陆军的基地，一个海军，一个空军啊。参观了，伊安那讲？伊家己讲实话啊。啊，我们从来不向美国挑战军事。奇怪，对咱拢欠寡寡呢。哎、啊，伊个讲哦，伊讲吼，我发现中国的武力跟美国相差20年，边啊伊的阻力，甲你讲啊，不止啦，40几年啦。安尼伊要来拍台湾，看到鬼咧，叫来拍看卖啊。所以台湾唔免做兵，唔免有军队的理由伫倒。美国是军事占领，你唔免叫老百姓做兵，你什么人爱做兵？美国人爱替你做兵的啊。你敢有看到伊拉克美国人去叫伊拉克人做兵？无嘛。当美国在琉球托管的时候，敢有叫琉球的人去做兵？没有嘛。啊，什么人替琉球的人做兵？美国兵啊嘛。啊，美国兵啊来做兵，所以琉球1970年要兴哦，日本的时阵是经过公投，对不对？不对，那有公投？什么人讲有公投？是谈判，谈判以后，尼克森将琉球啊主导一个岛安尼行给日本，但是日本哦为着奥克纳瓦琉球啊付了3亿2000万的赎金呢、啊，所以有一天台湾这块土地较平和啊。咱要甲美国讲，我行你，我免叫日本替我行，咱台湾家己都我都来行。安怎讲？台湾人这尼啊怕平，敢无法度？台湾人会这尼啊艰苦，是因为中国国民党直接去吞台呢？无台无制就老乌啊！讲我保护台湾呐、啊，所以呢，啊都爱还退休金呐、啊、养老金呐、啊，会看病免钱呐、啊。迄、那个拢总去的时候，拢免挂号啦。啊无台无制就去遐住院呐。台湾的钱拢用伫遐，一个月听讲即嘛14100块啊，迄个蛮开心死的哦。但是呢，一般哪只？啊，要求啊，一般6000，你听看嘛。啊，咱即嘛想讲吼，无干呐，等啊，因遐拢死死安尼会使无？啊，伊佫走去中国娶某呢？看讲遐开心死的，他未死，怎么娶某来？咱都要佮付伊一半呢？所以吼、哦，台湾民政府较紧的啦，啊，这个较紧要安怎？这两个州照美国的规定，较紧的州内阁、州参议院看个通过，看咩可以成立。我阁甲恁讲一个秘密，真正是电视的转播，我也无要紧啊。美国当时你甲咱谈判的时候，伊讲啊，拿到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，免 interview。就是去 AIT 不用 interview， 要让咱过。最近跟他讲啥呢？我说我这摆免 interview， 这听讲中华民国嘛要免 interview 呢？有啊，各位，伊跟他讲哦，中华民国的护照绝对不可能不用 interview 进我美国。这3个月有400几份的假，拢是中国人提。报纸无啥我拢知影，所以伊跟他讲啥呢？当我讲这句话，公开我不爱讲了，上课我跟您讲了。
比如说干脆你就宣布说不免签证入去美国。啊，咱这个身份证是什么人印的？对，我不是在台湾印的呢，内底有 IC 版呢。那个身份证放在机器内底，马上会显出来呢，显出你所有资料呢。啊，你有几个人入去伫美国，几个人出来，放在马上拢会知呢。啊，所以有真侪人啊，真侪现主席还佫伫退的人真侪呢。靠可能啊，中华民国伫台湾遮尼啊久啊，要甲引导敢有较可能？各位，我甲恁讲，100%，台湾民政府绝对会在接到 USMG 美国军事政府的台湾政权。啊，你有怀疑无？你头拄啊，可能想想想一个拢想无咧。我看大家的感性哦。安尼，嘴敢那嘴无开尔尔啦。即我，你会讲奇怪的吼？啊，美国哪会甲你联络？啊，无要甲别其他的人联络，毋是敢那甲我联络尔。民政府内底又甲三个人联络，一个就是美国，咱住伫美国的代表蔡明发，嘛是咱的副主席，伊二三要转来台湾啦。搁一个就是陈仲谋，陈仲谋是咱的主席。搁一个就是我，啊，其实和我联络非常的密切的。我甲恁讲一个秘密，哦，恁这家算中到安尼。本来美国甲咱讲，8月份叫咱民政府派五个代表去美国要甲因谈判，咱有指定五个代表。最近又倒回来说，欸，你拉着你没来没准算，我就不能去啊，我就没护照啊，我是中华民国，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啊，我没有护照啊，他就在笑。因为上回过美国的时候啊，辩论我也没去，啊，有的人外面这样，哦，啥在黑白说呢，说啊，美国给我拒，拒签啊，吼，啊，什么啊，就我去给中华民国禁止出境啊，吼，各位，那都不是熟悉的。原来正经的理由就是，我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啦，不是中华民国国民啦。啊，所以现在美国跟我说这样啦，我们看他会做对吗？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我知道，我说我没护照，他说我知道，他们现在里面要开会要安排啦，由 AIT 给这五个代表开一个特别通行证，这个特别通行证不用经过中华民国海关，直接为青山港飞过。青山港有飞机在套美国，你敢不知道吗？各位，青山港实际上就直接有飞机在套美国了。去年的8月份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跟我说，他说你跟阿扁说钱不要汇回来，你就是汇回来照常把你关到死。我不是马后炮呢，我所有旁边的人拢总知影。我也有去跟阿扁的后生叫做陈志忠，我有跟他讲，我不要汇回来，汇回来照常把你关啊，果然无错嘛，汇回来汇七八亿啊，照常你关啊。啊，但是即马未付啊。啊，比如讲啊，你汇回来代表啥？你的证明就是讲你有贪污吗？啊，无你汇回来干嘛？所以现在他才知道了，就要说叫我去跟那个陈庆宇这里说，啊，可以再跟美国说，我说 no， 就讲一次而已。所以我跟想想的，今天的台湾很主席啊，什么人都不用靠，靠我们自己啦。你会觉得很奇怪呢，啊，奇怪最近啊，这个台湾独派台湾民进党都怕，这五六十党都怕不出，啊，是让你发你法律建国会台湾民政府，你就怕他出来。咱上大上界大的武器伫底？法律，就是法律。我睇你讲迄个咧，互你听就是安尼。全世界若无法度解决的，绝对是法律。万国公法 （Law of Nation） 绝对是解决台湾的问题所在啦。
我今日嘛有甲请教，咱遮有两位博士生啊，伊今日少年来遮听真好。其实我前顶个月，甲差不多二十个博士生啊，检讨我咧甲因讲啊，我吼迄阵有惊着呢，我吼遐博士惊着，我讲吼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，啥物人轰炸台湾？哦，十二个博士生啦、啊。十二个内底有七个破水晶哦，足大声甲讲日本呐、啊，在座嘛可能有要讲日本的，是我先讲出来尔，是不是日本？当然不是啊。迄当阵台湾这块土地是啥物人的？日本的土地啊。啊，既然是日本的土地，那我讲日本的轰炸呢？啊，不是八年抗战？哎，八年抗战，这个是个一个好笑的。1941年12月7号，日本奇袭珍珠港。12月8号，美国的国会对日本宣战。注意哦，美国国会哦，总统不能宣战哦。美国国会对日本宣战。12月9号，咱迄蒋介石啊，迄无读册蒋介石啊，甲咱讲。我对日诶、欸、对日宣战有无？根本都乌白讲啊！哇，迄阵甲蔡奇演啊，阮去迄个台中啊，伊还有一个中华民国的迄个史料馆呐、啊。伊是毋是去打迄场迄个宣战的迄个公文啊？阮惊呢，迄因阿个红的呢。国民政府迄当阵的主席啥物人？林森啊。谁宣战？谁三面来当宣战？林森啊，就盖就是啥？行政院长啊，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？屁啦！安尼伊这个功劳，伊家己的头壳顶甲滴落。哦，咱感觉伊足了不起啊！我取消所有的对华不平等条约。哦，我以前做囡啊。小学生，哦，蒋公好伟大哦，有无？哪讲可以取消不平等？干哪讲？别说你甲恁某还是恁翁啊，你甲宣布讲哦，我取消结婚证书，赶快呢！拜托哎，条约可以取消吗？内底条款啊，无讲会当取消，不能取消啦。有一个维也纳公约足清楚的啊，我的文章嘛拢有啦。啊，所以我才食到这大汉才知影讲啊，我以前的崇拜拢唔对起啊啦。我去用算去啊，你知唔知？推下面啊，在座嘛是拢安尼啊，干唔是？好，过来。啊，中华民国，伫迄个时阵。中华民国是不是美国的盟友盟军？是不是？啊，迄个时阵伫轰炸台湾是美军伫轰炸台湾，美军是美利教啊。咱拢知影美国人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对不对？迄个时阵呐、啊，何润伫后壁，伊就不爱听咧，这段伊不爱听。美国迄个时阵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啊，中华民国跟美国是盟友，所以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完全正常。啊！你今日摕中华民国迄顶帽啊，磕你头壳顶。我是中华民国人，错乱。台湾人已经错乱了。啊！美国人嘛真歹呢。旧金山和平条约、上海公报，诶，台湾人伊甲伊讲 ，The people of Taiwan。台湾关系话讲 ，The people on Taiwan。The people of Taiwan 翻译做台湾人。The people on Taiwan 也是翻叫做台湾人，两个不一样啊。实际上，咱是真真正正叫做本土台湾人啊。所以 ，The people of Taiwan 爱翻译做本土台湾人。阿班那要讲台湾人啊，爱讲本土台湾人。马英九即马嘛讲我是台湾人啊，蔡英文讲我是台湾人，中午一天胡锦涛也讲我是台湾人。中午一天啊，你听我跟你讲啊。爱怎就拢飞去啊？真正飞去啊！今日胡锦涛爱台湾无？哦，哎呀，爱甲要害哦！
林姐嘛爱台湾，所有人拢爱台湾，所以咱讲爱台湾啊，变作是啊啦，一种政治上的口号尔啦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听这句，即马这句话考试哦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干嘛丢你牙手？啊，那干嘛唔丢你牙手？哦，你讲拜托啊，那行啦，阿龙，你感觉讲对的？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你觉得对的举手。相手吧，觉得不对的举手。不对啦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唔丢啦。他都不在讲过呢。台清的皇帝将台湾甲澎湖挂予日本的天皇。啊，台湾的所有权上诶，天皇诶嘛，啊，天皇再将管理权交予日本的政府，啊，即嘛日本的政府放弃，但是古今川和平条没有说要日本天皇放弃台湾的所有权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就是美国将来要拍的王牌啦。啊，什么人知影？周恩来啦，这人头脑真好。周恩来知影，所以尼克森去当中寄信集去的时阵啊，伊也看伊的密录、密文内底记录，周恩来有特别加强，不要让日本的势力介入台湾。家己已经放弃去介入台湾是啥？就是这点啦。啊，你听有无？安尼拢足清楚，安尼阁足清楚，咱若阁无互台，无都互台湾徛起来，来家己建咱家己国家吼，安尼就推下面啊。啊，咱即摆变来建立台湾是将来要会变做一个国家，有可能无？绝对有可能。啊，变哪创？法律啦，会记哩啦。我真钦佩蔡金元总理，伊真正吼，伊以前真善，出力真善。啊，嘛不是讲因真正真善，因为当阵国民党的政策各方面啊，予咱台湾人拢中善。即马开始，诶，国民党嘛是要予台湾人善，啊，怎样要予你善？要含中国来统一啊！大胜伊就先予你这些农民，或者渔民，或者工人无法度生活，予你赚真少。看到真少的时候，到后面特别计较的同款，你来看卖啊。陈武雄啊，农委会中华民国农委会的主任啊，伊讲今朝一斤两块啦。你知影海南岛的今朝一斤偌济？较无到两块啦。过去咱有看中国，哇，迄足善的，即摆去互扭啊，差不多去啊呢。所以我甲你讲。唔是干那讲一月十四期决选举以后，然后我都将选举的比例甲降落来至50%的下卡，咱就甲美国讲，我台湾人已经知影台湾的地位，我唔爱互中华民国统治，请你美国 USME 直接登来台湾来管理台湾，你讲好唔？剩这条路尔啦，你若阁选予民进党，啊，无叫民进党改名嘛？中华民国民进党，你看你就听看有啊嘛？就足侪推阿面的，实在讲哦，看到会受气嘞。明明民进党是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，这个二七啊，顶个月二七啊，普瑞光啊 ，A I T 的迄个秘书啦，去甲蔡英文啊见面啊，有无？有一个密室会谈。别人拢唔知道对不对？我知影。蔡英文甲斗啦，伊讲你美国有伫支持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的吼，听讲即马伫抵制台湾选举啦。伊讲若卖抵制选举吼，我蔡英文会选上的。听讲迄当阵呢，我甲问讲，啊，迄当阵博瑞光的态度呐？听讲博瑞光吼。面色真歹看啦，但是博瑞光不是管我的人呢。博瑞光伊的对口是啥物人？中华民国啊，啊伊后壁是啥物人？美国的国务院啊。
我的对口是谁 ？USMG 啊，是国防部啊，我的后边是国防部啊，啊不爱对墙啊，啊所以美国国防部有甲我讲一句话，你听清楚。现主席，你捌看到星星啊，掉落来，你捌看无？星星掉落，你听无？军人啊，军人的车掉落来，降级啦，你捌听？你捌听到无？我唔捌听。但是你捌听到讲总统无调无？有无？你捌听的嘛？总统上届嚣摆是四当嘛？啊，搁再嚣摆嘛，四当嘛，八当嘛？美国的三星上将不会调为两星啦，美国的国家的安全是什么人负责？军人负责啦。当然啦，在民主时代啊，可能国务院较歹啊，但是美国的军人更较歹。我所了解现主席 AIT 内底 CIA 啊，对现主席一届人啊。国务院派来这 AIT 的官员、啊、非常不满。这人是什么款人？你敢知啊？这人原来就是迄当阵蒋介石要撤退以前啊，一挂传教士的后代，得到中华民国的好处，出卖台湾人啊。咱台湾人不要紧吗？即摆拢甲你骗呢？哦，美国是我的盟友，我甲你讲，美国人上届撤是撤台湾人，为什么讨厌台湾人？这有理由呢，麦克阿瑟，麦克阿瑟在1941年12月8号，你等下7号的时候是轰炸珍珠港哦，12月8号为台湾高雄的机场派100多架的零式战斗机，将克拉克空军基地全体歼灭，这是麦克阿瑟一世人来的。受到最大最大的侮辱。日本有一出在演这段故事，马克思为空为伊个伊个房间起来，他看天顶啊，啊，这飞机为对来，这些飞机从哪里来？伊边啊，改讲从台湾来。伊讲怎么会飞那么远？零式战斗机啊，迄、那个飞机的迄个结构啊，是非常轻啊。得足侪油诶啦，听讲该歼灭阁飞倒转去，所以麦克阿瑟从以前就是很恨台湾人，将那蒋介石为了巴结伊，甲起一条麦克阿瑟公路，这条麦克阿瑟公路，民政府呐即种要甲改做杜勒斯公路，帮忙台湾是杜勒斯啦，我甲你讲，杜勒斯吼、哦，伊不一定是怎样讲台湾是。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但是伊伫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，伊是用日本的领土做条件写来旧金山和平条约的。我甲你讲，我真正哦对这方面我研究，我绝对敢甲各位讲的，全世界无人比我研究搁较清楚的啦。这个图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的，所以。现在美国真怕是怕我们一项事情，第一你民政府国会要做什么，我很简单要再跟你告、啊、是谁跟他说的，美国的国务院里面说的，可见国务院里面、啊、有一半支持中华民国，另外有一半支持我们台湾人的，问题是我们台湾人自己不要支持我们自己台湾人、啊、不合作啦，你知影美国甲我讲啊，咱的台湾关系法案出来以后，伊甲我讲哦，你们这个台湾关系法其实很简单呐、啊，你只要把台湾变成两种人呐、啊，一种是叫占领者，另外一种是被占领者，那是什么人？被占领者，占领者是什么人？中国人。问题是真侪台湾人去互伊收买，变作占领者。牧羊人啊，伊只牧羊人伫牧的羊啊，有伊甲经过只迄羊啊，甲伊打扮啊，互遐羊啊变作狗啊，牧羊犬啊，其实是羊啊啦，但是伊甲披个外衣啊，变成牧羊犬啊，
用迄牧羊犬伫管咱台湾人呐、啊，即种个形容，敢有过分？无啊！我唔相信迄个农委会迄个陈汝雄是中国人，伊明明是台湾人啊，但是伊所做个是甲中国人伫配合啊。五吨鱼同款啊，迄八十鱼啊，有人甲我问呐，伊讲。啊，李登辉被起诉的事情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 no comment， 我无必过诶。喜欢讲美国说 no comment， 你会记我过迄个时阵啊，2005年，我要过是2006年，2005年7月20日，我伫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顶一个专版的报纸，开9万几块美金，才300万台票。我甲写啥 ？What are you doing？ 你去创啥？你们美国人在干什么？我甲电视批出来以后，到今日为止啊，美国非常注意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 group 的所有的活动。来啊，注意无要紧啊，上盖好啊。国鬼要创啥？因为电 What are you doing 的时阵啊，真侪记者去甲问国务院啊。国务院的回答 ：No comment。啊，伊讲 No comment， 我就继续搁做。落尾啊，我搁发行护照。2006年，过两年，我为着要宣扬这个理念啊，我去选高雄市市长呢。你有人知道我去选高雄市市长无？迄当阵啊，绝对无的啦。哦，你讲高雄来啊？哦，变啊个高雄。我跟你讲哦，我选高雄市市长啊，我所有的消息拢封锁呢，敢那无这个人呢，所以有真侪人我唔知影讲我去选过高雄市市长，我咧选高雄市市长，我就去讲这套啊，就是我去讲这套，但是你听我讲哦，我利用伊个电台啊，我会当上电台啊，上电视啊，结局我伫电台宣扬的拢是伫屏东啊，所以屏东我的选票足多个。啊、所以每一摆我伫高雄市内伫游行的时阵吼，我的队伍队伍啊2-3公里呢，我无开半仙钱呢，但拢家己开奥多麦来，听这个赛车来呢，打支持啊。但是我迄无票呢，但是我是讲理论呢，理念的。啊，所以要选举前一礼拜，我停止选举，停止活动。我讲啊，转学单局啊，我甲讲转学单局。安尼，单局才赢黄俊英啊，赢偌济？1114票。各位，我迄阵个号码是2号，你甲乘以二看偌济？2228呢？228呢？这228的英魂啊，真真正正的，毋是假假的。我当想着这吼、個，鸡毛皮吼、喔，会硬起来呢？那才你准，所以二二八的英灵啊，真正有在斗三工啊。但是因为美国甲这个中国，这不是一个小小啊，的迄个残忍的这个民族。好佳哉，是美国甲咱打败了，咱还阁有机会啊。啊，那无啊，我甲你讲再见了啦，今日我后边徛伫遮啦。今天有机会，问题是讲美国甲我讲啊真清楚啊，恁爱台湾人爱家己徛起来，爱家己来讲，讲我唔是中国人，所以伫三年前，我有发起一个运动，讲写一个单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，伫全台湾连署，签几波才签几万，签8万，啊，佫签8万也好咧呢。足多人拢唔敢签呢，我是台湾人，因为咱从细汉可以改啥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。我问你咧，我给你问你一个足简单的常识：美国人的查甫甲美国人的查某生的囡仔是啥物人？美国人，这真简单嘛。啊，那日本人甲日本人的囡仔生起来囡仔啥物人？日本人。啊，那中国人甲中国人生的囡仔，中国人，这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吧？问题来哦，
你的老爸老母还是你阿公阿嬷，是不是日本人？绝对是啊！啊，日本人跟日本人生囡仔什么人？日本人啊！啊，你什么人？你中华民国的人啊？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吗？啊，伊讲哦，我用的身份证顶面写中华民国啊，啊，我用的钞票就中华民国啊，啊，我用的月历嘛写中华民国啊，精神错乱。精神错乱了。第一，台湾和中华民国，你俩我都给拆开。啊，你这边来上课，这三天，哎，我安尼都记得了。你拆未开了，我跟你讲，真正你不一定会拆开了，拆会开了。马英九，自从咱这个研训班开始以后啊，咱研训班内底有规定，逐摆若要讲到对面啊。咱来讲中国，下骹迄两字袂当讲啊。我讲迄两字啥物来着？替我讲一下，因为我讲迄种法啊。中国下骹迄两字啥？啊对啦，我袂使讲。啊对对对，啊但是以后吼，若受过训的吼，若讲迄两字的吼，爱罚一百块啦。罚一百块要创啥？你家己摕去食饭啦，我无要甲你摕啦。啊但是我若讲迄两字吼。我给你罚一万块啦，还有讲到无？还有讲到无？哎呀，你一百块对我一万块，你唔敢讲？一百块对一万块，这款叫袂当播吗？你当甲怪啊，给我讲出来啊，我袂讲。咱一日讲安尼吼，马英九公开讲哦，后摆若要讲迄边吼，袂当讲中国，爱讲迄两字有啊？迄针对咱呢？马英九嘛，你看咱的节目呢？不是只看每礼拜的拜人哦，伊准时八点到十点拢在看咱的节目。每一拜咱在讲攻击什么话哦，伊就马上去改进。我不是讲好笑呢，我即马开始伫出，今日咱的蔡总理伫去农民讲话哦，免偌久哦，伊就开始去改变啊，改变对农民真好，你看没？各位，台湾人要安怎？钱愈赚愈少。过来无机会，蔡总理讲迄真有道理呢。咱若民政府开始做的时阵，接着政权啊，第一农业啊，一定要做好啊。将来总有一天，一碗饭，迄电脑要甲你换一碗饭啊，你免换伊啦。你做足侪电脑，袂当做饭食啦。台湾上个重要是讲，台湾这块土地哪当等于国际真真正正地位的时阵啊？因为我后日还过一节课，我后日迄节课就要甲各位讲，台湾既然日本天皇有台湾的所有权，安尼台湾免咱来行。既然美国还过是今日台湾这块土地军事占领者，啊台湾免咱来行，免来对美国。但我今日要先提早来甲各位讲啊。研究民政府，民政府那执政的时阵呢，我甲蔡总理有讲，民政府执政的时阵，第一证件就是啥？十八岁以上的查甫甲查某囡仔，政府无条件送你一栋厝，你会感觉奇怪无？啊，你拍破啊，你爱甲问讲？你免问啊，你免敢问啊，几位对来？钱从哪里来？你讲爱跟你讲啊免？哎呀，我无听呢。哎呀免？对啊，我若无跟你讲，这不是跟你骗嘛？对不对？几位对来？我要再讲一个例给你听。您知影夏威夷？捌去夏威夷个亚洲玩好吗？夏威夷？捌听过？捌听过夏威夷嘛好啦，那怎办嘛？夏威夷。上界有名是啥物事？啊？观光嘛，哦，海滩要拢看迄个三点四诶，海滩观光啦，是不是？所以夏威夷的总收入是不是观光第一名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这唔敢讲呢？我甲你讲，夏威夷吼，我捌住几啊年伫夏威夷啦。夏威夷当地呐有两个吼，八个是外地来的啦。但是伊个
夏威夷这个岛的总收入是不是观光第一名 ？No， 什么名？第一名？租金啊？什么租金？军事基地的租金啊？迄、那个中华民国迄个未见效的，你用咱的基地啊，免纳钱的，甲你讲爱爱国啦，靠，迄个爱国的，可比讲。你这个基地你用我家人饲的，你这个租金爱付我家人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个基地用台北饲的，咱拢唔知影，咱会怪个土土土，拢无人知影讲哦，哦，用基地爱钱哦，那免钱，没有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饭呐。干那迄个租金哦，租给美军哦，吼，咱台湾哦，拢免做工课了。干那租金你就。叹息啦，租金就好啊啦。台湾偌好呀，好呀到什么程度？你敢会知？台湾的税金啊，哪卖可以乌白开啊？你讲健保啦，健保即马大家六个哀哀叫，对不对？虽然也无济啦，啊讲了钱啦，有无？是不讲了钱？真简单嘛，民政来接款，我跟你讲，第一，老乌啊，未使健保。老外年金取消，美国已经给咱做了，替我们做啦，做啥？伊宣布讲金门妈祖是中国的，金门妈祖要请 A I T 要去申请迄个 visa 的时阵啊，爱贴中国籍，美国已经替你做啊，你不要看吗？啊，咱不要看，回去嘛。老外敢有真正保护咱台湾的安全？从来没有。保护台湾安全的是什么人？美军啊，地质舰队啦。啊，你讲哦，啊，国共内战，啊，那等于危险吗？违反人权啊，还判谁哦？去年的六月二九，埃克法签了。埃克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内战停止，中华民国一旦回去啊。所以。六月二九签了，六月三十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三十五年以后头一摆靠岸伫左营军港。你有看这个消息无？有的人有，有的人无。啥啦 ？TBS 刚才报一摆尔，啊就去丢掉去。但是伊的网络有诶，你甲拍。六月三十的新闻。真清楚，先人讲中国一千几粒的飞弹向台湾，台湾人免做兵，兵愈做愈少，因为美国的国防部甲这个国务院啊，公布讲恐怖组织的三个条件，咱就三年前甲美国底下下批底下弄，我讲哦。你三个条件跟中华民国都多一模一样，所以中华民国是恐怖组织啦。想要讲伊恐怖组织，第一不是国家，塔利班不是国家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你美国讲的啊？有美国安尼讲无啊？有啊，伊讲的啊。第二，伊有武器，塔利班有武器，啊，中华民国的武器为着来。美国卖，所以美国卖过卖啦，绝对卖，卖过再卖给中华民国武器啦。中华民国讲哦，这边 F-16 啊，各位，两年前我就公开讲过啊，绝对不会卖给中华民国武器啦。啊，有人讲，啊，你这个和共产党收买去啊？各位啊，我们不买武器，不是表示叫收买呢。我们不买武器，什么人来封闭台湾？美军啊，一占领才来封闭台湾呐、啊。有世界的记录以来，美国人唔捌放弃伊家己土地，没有一次都没有。伊干那买土地有啦，占领人的土地有啦，从来没有放弃过了。所以台湾伊未放弃啦。第三点，在当地征兵，叫咱去做兵，咱要搁推下面的啦，迄路易特迄推下面的啦，什么做三年叫伊背一年，看着鬼嘞，三年总背啦，什么背一年，迄个无读法律啦。蔡同荣，那是为了、啊、我不爱攻击个人啊。啊，即马安那，
讲想要选总统，你宣布你是独派，台湾要独立，啊，我们现在美国反对独立，你这么重灾嘛？为什么反对独立？为什么？对，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，啊，过来，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是啥物？因为台湾的地位还没决定嘛，还阁是军事政府占领嘛。哎，你讲哦，啊，你占领要甲占领甲当时，歹势哦，占领没有期限的哦。所以联合国1950年讲要有台湾自治的原因在遮啦，自治啦。啊，这个自治就是有一个 Commonwealth 邦联。台湾真有即马吼，中国伊嘛放风声啦，讲安尼啦，好啦，我不会反对你台湾独立啦吼。啊，无你台湾吼，安尼啦，你台湾甲我中国吼变成邦联啦 ，Commonwealth 有这个消息有无？你有看无？有哦。所以伊去有去看咱的文章呢，我歹势。台湾跟中国是完全没有法律关系啦，所以咱这 Commonwealth 那边做 Commonwealth 爱跟什么人？爱跟日本呢？法律就是安尼啊，法律就是安尼。当然，1945年4月7日离开，1945年8月15日投降，干那短短4个半月尔。各位，你若结婚迄一天哦，登记了哈，无管讲你经过偌久，你要离婚，照常迄离婚的手续爱去好好来办呢。我伫讲就讲这个意思。1945年4月7日已经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的时阵，台湾这个土地已经甲日本政府拆袂开啊啦！你唔相信？我今讲这句话啊，无定是咱台湾可能要3年后还是5年后才会开始讲这啦。当然，我即马一直咧讲啥，日本政府要派人来咱遮实习啦。2个月前，日本政府派3个，即马因感觉无够。迄、那个南海论法，我有一篇文章叫《南海论法》。南海真有可能战争。南海是什么意思？越南、菲律宾甲中国。啊，你中国咪讲足强诶？吼、哦，哎、欸，武力吼，偌强都偌强，试看卖啊！南海最好试验场嘛。啊，菲律宾甲迄个越南足弱诶嘛，你甲拍嘛，看你甲拍会倒无？唔敢。啊，即马无要拍，伊个理由咧？人迄个邓小平甲阮讲，和为贵。哦，要求啊，整两公家讲安尼好，安尼，安尼，安尼歹甲要死的。啊，即摆讲何为贵，讲邓小平讲的。我讲中国人真正是公平才诚信呐。啊，所以伊若甲越南无法度拍，菲律宾无法度拍，台湾伊要拍，哈，笑死人呐！台湾现主席的兵力。是什么人在保护台湾？不是中华民国部队呢？中华民国那个草莓兵啊，你想问他能让战争吗？他能挖到战争吗？真歹势，台湾囡仔拢真正是草莓兵啊！现在爸母啊生了也少啊，稍微做一个兵啊不得了啊！那种的会当做兵吗？那个青山港，咱的蔡总理因去看那些草莓兵，那个去探听那个。F22的时阵啊，听讲伊遐店吼，遐头家讲遐问遐草莓兵啊，咱强援啊，甲问讲，啊那战争免啦，伊哪讲啊，赶紧走啊，唔是紧走尔，含美国人就知影讲啊夭寿啊，伊紧走嘛无唔对啦。以前咱是安尼规规矩矩咧做兵，后壁迄支枪啊，蒋介石用枪甲你堵掉咧啊！哦，你若无做兵，甲你军法审判有无？有无？啊，咱一寡较贤读册，拢做军官，实讲我有呾感觉见识啊。以前我都毋知影，创规波原来是中国人甲咱骗啊，叫咱即个创完啊。你想啊，伊甲我占领，啊，我去做伊个兵，敢若伊拉克去甲占领，叫伊拉克的人去做美国兵。啊、哦！我咧想着讲吼，我咧想着真正真见笑呢。因为过去我唔知影、啊，所以即摆我看到中华民国吼，即四字我都有够切啦。所以甚至
这边咱是迄个蒋伟文无甲各位上课，我甲蒋伟文讲啊，迄个成大迄个副教授啊，我讲拜托诶，恁来叫迄台湾的语言哦，家己爱创造台语文的字啦，卖阁互遮个中国人，因为咱越南本来嘛是用汉字啊，啊即嘛无咧用，是安怎无咧用？因为伊越南胡志明伊足够清楚啊，伊讲我用二三十冬的时间啊，互越南人毋捌中国字啊，安尼甲中国拆开。韩国成功，韩国嘛是安尼啊，二三十冬，韩国字推广推广，啊怎会甲中国拆开？台湾人若无要含中国拆开啊，啊搁咧用迄个汉字啊，大概时间辛苦都无得好代志，咱阁毋知。啊，过来，民政府诶。即前以后啊，我甲蔡总理讲啊，我还佫有一个方法嘞，来去东欧啊，找遐金塔摩的遐查甫甲查某囡仔，十八岁以上甲二十二岁，请因来台湾读册，政府给伊钱，啊，甲伊讲，你若嫁予遮个人，还是娶遮个人，政府送你一栋厝，职业佫替你找，啊，若安尼后摆生个囡仔，中国人直接看，哎，拢无共款嘞。伊刚刚甲你讲哦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无啊啦，无啊啦，无啊啦，拢总变作金头毛啦，啊文字也无同，外形也无同，啊拢讲英语。台湾后摆真正足好个，问题是讲你今日，你台湾人有法度站出来，知影好通站出来无？你若唔知影，台湾会死啊！即嘛问题是讲。他做蔡总理讲个以色列代志，非常的好，真正非常的好。我今日是破破将咱台湾的这情形、地位的情形讲给大家知影。后日我要甲你讲就是讲，免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若知影免来解决，各位，美国政府有交代这项代志，所有受过训的学员。一个人爱送伊一面美国的国旗，美国国旗啦，大面的啦，遐大旗的啦，美国国旗，一人一面。但是我送伊一面国旗啊，伊阁甲我讲咧，恁台湾人唔通用德国甲我斗呢？有真侪人是拢按安尼啊，拜托你家开一算算钱啦，啊若无钱，我来去替你采讲，迄个旅馆哦，规规矩甲挂好啦。啊，佫除了美国国旗以外，我是要拜托讲，恁爱佫买两支旗啦。美国国旗是人送，因有法度啦，咱无法度啦。咱无向人无款嘛。我是希望咱逐个人两支旗对两支，一支是美国军事占领旗倒边迄支，一支是台湾民政的旗啊。倒边迄支。不是我们自己设计的，这个是美国国防部交给我们的，他说你如果挂这支啊，美国人看到这支就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果然没错呢，新屋乡啊，在我们附近而已，有啊，海边啊，听说哦，有开两间的咖啡厅啦，一间旧的啦，装潢较好啦，一间新的啦，新的是我们的学员啦，挂迄个美国军事政府正面甲迄个民政会旗啊，一挂美国拢走去遐啦，讲省里拢比旧个较好啦。啊，即马旧个讲要来受训啦，安尼嘛好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卖讲为着要做生意，啊，才来受训，来去摕两支旗啊。你外口你也无地好买。正面一支，是安那边啊是红诶，什么意思？日本啦、啊，我头先有讲过啊，台湾这块土地还是日本的啥？日本的土地嘛，日本天皇还有台湾的所有权嘛，那六条青就是台湾的六个州啦，台北州、宜花东州、台中州、台南州、甲高雄州、甲澎湖州，咱这后壁拢是这澎湖，这即摆开始装哦，才这礼拜就好啊，就是开始接受。身份证的申请啊，这身份证的申请，美国嘛规定足严的呢。所有证件拢爱锁伫遮呢，
啊，要求咱唔爱太保安呢。所以咱即马迄个入口吼，想要来改造啦。我要甲美国政府要求，美军啊入来台湾，爱派一班的宪兵伫咱遮徛边啊，徛卫兵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要防较舒适的。啊，当然我唔是要甲你无款啊，你唔免无款好办啦。咱遮的干部较艰苦嘞，一人一万两万伫扛啊。阮扛，阮有啊。啊，即马叫咱挂挂迄支旗啊。咱是决定23啦，11点啦，美国旗要时阵升起来，甲迄军事占领旗，甲平民政府旗也要升啦，伫即个5楼的所在啦，敢做迄个吼，开要20万呢，迄旗啊，迄用迄，咱唔敢随便做呢，用迄个不锈钢的呢，五旗啊，这五旗要创啥？美国旗、日本旗、台湾。啊，个军事占领个，甲即个啊做平民政府旗。啊，咱若准即现准是受过训的600个，伫厝内底，咱通知某一天，大家拢旗啊甲挂出来，同一天来做一挂。啊，若安尼，迄一天啊，美国要入来，迄一天啊，你挂迄支旗啊出来，咱表示讲，我欢迎美国军事政府来转来台湾。安尼台湾要建立咱大家家己的国家就真紧啊！啊，恁来配合啦！啊，你家己去想看卖啊！你若讲，啊，讲的有理。啊，除了旗啊以外吼，诶，秘书讲，敢那卖迄个卖药啊咧，一项搁一项。但这方我无讲袂使咧，因为咱伫网顶拢咧看真侪文章啊，这本你爱买咧。啊，买物件钱拢毋是放在我落地啊！我先甲你讲啊，即本叫《新台湾论》。即个《新台湾论》就是包括日本、美国，现准是会使你讲所有的专家拢咧看日本啊。我明仔载甲你上个课，你得到以后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的常识比一般现准是即个国际化的博士啊，搁好咧几啊倍啊！这个礼拜，陈医生要来演讲，伊做咱的贵宾，你点点听伊讲。但是我希望讲各位，你即马拢知影吼，卖甲伊吐槽，豆豆互伊改变啦。因为我要送伊这本册，伊就看有啊啦。啊，但是即内底，即个独派内底，陈医生算讲对咱的论述啦，有较接近的啦，所以咱要来请伊来演讲，就这个礼拜。啊，所以进这本呢。我要搁再一届，尤其少年啊，你这本你无读袂出来。这本吼、哦，咱是本来是你袂讲，咱是讲十本才有算5000块，啊，这种算本钱尔。啊，我拢无通摕稿费。我写册，我第一本吼、哦，货卖了上盖好，卖17万本。一本是啥？从中国出头。啊，迄当阵是听讲是连战吼、哦。出钱吼、哦，直直买，直直收啊！啊，我好啊，你甲收啊，我直直甲你印啊！我应该伊无多咁样收啦，因为内底吼有一段吼、哦，甲认真有关系。我正无爱甲你讲，啊，无你就无爱看嘛吼、哦，你去爱去买。啊，这本是安尼，台湾的地位非常的清楚。啊，今日呢，哦，真感谢各位吼、哦，啊，坐两点钟久呢，啊，拢无人去变数，足厉害。来，这个。今日吼讲到这就好啦，吼、哦、后日大家当来期待，会更加精彩、更加详细的台湾地位，要让各位知影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行嘞。老脚有热豆汤，通啊吃点心，大家就